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从来没上过火。这个闻着就中药味，昨天那个没有中药味。国语，广东凉茶呀是个好东西，不好喝，但是它是对人体是个好东西。广东偏热，容易上火，内火，喝凉茶是很好的啊。那怎么在我嘴里存留啊？这个味儿！先表演一个一口闷，表演一个怎么送走自己。草莓条，行吧，也挺好，苦口良药。就你喝这个东西没有罪恶感，不像喝碳酸饮料似的。就是现在当下这个年轻人的作息情况啊，就是生活情况啊，就会觉得啊，吃点甜食或吃点辣的或吃点过咸，就会身体不好。就是苦的嘛，就是很健康。不是，打一碗，但还不是很苦。它的前味是甜的，因为有蜂蜜。倒是到了中调之后啊，它就开始苦，然后下去之后没有感觉，然后到了后调，它的那个苦味啊，现在还在嘴里。就是昨天那凉茶那个。当然是凉茶，那个凉茶就是苦到脚后跟儿，从嘴里喝你，然后脚后跟疼。